留住一个你，岁月是一场又是了一本旅行，大的坏的是无情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只为你而和我一起。好帅哦，看云的风，那这是你的鼻子吗？这应该是额头吧。用了相同的考虑因素，你才多大就说这种话，钢铁直男拍照把我们拍得顶天立地，你就觉得就是没有任何遗憾，不会见不到，对吧？对对，因为我之前跟我其他的朋友的经验来看，就是想见总能见到。你们相处了一段时间，有没有找寻一些每个人身上的特质，或者说招牌动作，有没有？我来给你们学一个，你们看看这谁啊？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，我们必须这样来表达。文婷吧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真有真有。A 公司本来说是我要跟 B 公司去进行债务重组，啊，他会手往外翻一点，并没有注意到过。然后这个，肖阳，对，肖阳的这个很羞涩的就是。然后凯凯是特别那个双手自然下垂，陈立好，陈立，是不是？这个知道，对，这所有人都讲完了，这个我们四个代驾律师也给大家准备了个小礼物，这个我们一起去取一下。是什么礼物？唱歌吗？唱歌，在这儿四个人跳舞吗？提前排练了一个篝火舞，晚会。哎呦，这我是真的有点小礼物送给大家，这样，这个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的书，叫做《我的阿勒泰》，然后是讲述这个作家是李娟，然后她在新疆阿勒泰生活，然后。他的那种生活的乐观的那种心态是非常非常能够激励让我放松的，然后所以这个也是跟自由实习生的大家的一个分享，然后雨桐和雅琪，谢谢洛丽，还有一个谢谢洛丽，单独准备给你们的礼物，这个你们可以这个拆开来看一下，哇，谢谢洛丽，哇，哇塞。可以看一下，上面有你们各自的名字。哇哦，谢谢洛丽。就是我升合伙人的时候，我敬重的一个前辈，然后当时就送了一支笔给我。当时他告诉我是说，因为你作为一个律师，然后你签下去的你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说你需要有一支好的笔。然后，所以我今天也是送了你们每人一支笔。我非常期待，然后你们将来，用一个律师的身份，然后用我送给你的这支笔写下你的各自的名字。但是更加重要的是，无论你们是怎样的一个身份，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写下你们自己精彩的人生，让你们自己无悔的人生。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送给你们的这个礼物了。谢谢，谢谢洛丽，太用心了。下一个我来吧，我送给大家的呢是一个空相框。大家这一个月来呢，应该都有很多很多的值得记忆的瞬间，
我希望以后这个相框可以成为你们专属的一个记忆的卡片，把这个月里面你们最珍贵的一个瞬间永久的纪念在这个相框里面。这个包装是我今天自己一个一个包的。哦，很可爱，谢谢任绿。谢谢任绿。客气客气。我的礼物是我和今天的另外一位仲裁员秦子甲先生合著的一本书，还送了每个人一个书签，这书签里也有我送每个人的一句话。文婷，明月来相照。我的是不畏浮华就望眼，好风凭借力，永不妥协，把酒祝东风，莫愁前路如织，长风破浪会有时。OK， 谢谢任绿。你可以猜我送你的是校训。太重了。好，我来送压轴的，这个证明你们是敬天工程的实习生，是受到敬天工程认可的，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记住在敬天工程的这段日子。这是敬天工程为你定制的一件 T 恤，希望能够陪伴大家，好吧？肖阳、王毅，谢谢陈姐，黄凯。文婷、雨桐、春英、雅琪、明浩。